目前大概标准疗程是大概做35次，哦，原则上在每个礼拜做一回，礼拜六、礼拜天可以休息，那一次大概1个钟头，大概目前的标准疗程是这个样子。一般来讲的话，我们大概开始的时候会追踪2个礼拜，其实2个礼拜大概病人自觉上应该就会有一些蛮好的感觉，那等到1个月之后，通常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改善跟一个自觉的成效出现。